没办法，对吧？反正我能够所做的就很少，反正就招呼吧，对吧？能够招呼就招呼一下。好，下面咱们继续回来看小奇迹哦，好不好？小奇迹啊，咱继续哈。今天小七有玩具哈，家人们有玩具啊，有玩具了，那个一个新鲜的玩具啊，反正连续这几天天天都有啊。这是单独一个大的滚筒，完了毛没看到，没关系啊，一会儿就可以看就行啊。肯定呢，对吧？这是专门准备的哈，专门准备的。然后奶爸过来还放了一根笋在上面哈，对吧？其实其目的哈就是让他玩啊，就是让他玩，因为以前就是现在小七比较适应了嘛，慢慢可以增加这些东西了哈，对吧？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也不会像动物园那么多，好不好？因为毕竟是扮演的环境哈，当然会有一部分呢，每个院子都有哈。包括小机器啊，现在奶爸是把那个笋呢、摆在那个架子上面去啊。单杠啊，单杠上面去，就是像单杠的话，也不错哈，单杠上面摆。好，小七来了哟，小奇迹来了哈，就是刚刚是那个先摆啊，摆完以后现在不就来了吗？在上面了。这个玩具是一个滚筒啊，是最新的玩具哈。本来那个奶爸是放了两根笋啊，掉了一根笋下去了，你要说一下啊，吃了一根啊，掉了一根，吃了一根，掉了一根，第二根下去，好像我没记错，应该是最后啊，他还没有捡起来吃。家长那个不好说，人多了嘛，就是这样子哈。其实有些时候也没关系啊，也没有太，你说太大关系吧，也不至于啊。因为小鸡是见过大场面的啊，但是可能对那些新展出的小朋友可能是有点影响，但对小鸡还是没有影响。毕竟小鸡是见过大场面的噻，好不好？但是太吵了也没办法，人多了。嗯，对吧？看来来看小鸡的人过年嘛，对吧？过年稍微多点，其实有些时候也对。现在小七这个姿势啊，非常的哇塞哈！现在他是在那个假山上面吃啊，假山上面吃，非常非常有味儿。花花，花花不长这个样啊，这是小七七啊，不是花花。嗯，小奇迹呢？花花的脖子没那么长，那不一眼就看出来了吗？对，这是今天的，今天最新鲜的。一般来说，下午晚点出来，或者是我和晚上的话，我都是当天的哈，不会把之前的拿进来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想看昨天的那个小七掏苹果的那个，你们吼一句就行啊，我有，还在。今天有5000人吗？你说，基地里面？
五千？应该没有吧？五千是什么概念了都？平时，之前我刚来这里一个月，那个月的时候，周一到周五的话，可能进园一百人可能都没有，也就多无数倍而已。但是也不至于说五多五十倍吧，应该。这个本来就是今天的啊，今天的本来就是今天的。说是三千多，对，五千肯定没有，两三千应该有啊，两三千应该差不多。今天成都市区的成都基地六万人啊，那不一样啊，对吧？那个别人的基础设施啊，各方面容啊，那个就是容纳的这些可能也会大一些。像这里你有五，真的是一万人进来，你找坐的地方都没有，可能人挤人了，对吧？因为毕竟偏远山区嘛，对吧？偏远山区就这一个啊，就已经劝退了无数人了。而且三千的票都卖完了。禅龙十万，天哪！声音小一点啊！哪里乱了？这里不乱，好像呢，不乱不乱啊，一点都不乱，还行。因为这里的保安本来就比较多，只是说有点繁忙而已。完了以后呢，有些人素质问题呢，好不好？就是感觉来到这里就感觉来到他自己的家一样，就是还有人说我花钱了，我就想看，我要狗让他出来营业，还有人这么说的吧？这是人的素质问题，好不好？素质问题咱们就不讨论噻。昨天真有一个，一个大姐，我花了90米，对吧？我不能说话吗？我当时我很想说，我在但那个我运气不行啊，那个运气没那资格，对吧？那到时候那个往后坐，对吧？收入稍微高点以后，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，我给你90米，现在你可以滚了，对吧？现在不能运气，对吧？一天90米，来三五个，那来个三五个，今天就得喝西北风。反正的确是啊，那个也不是个人素质吧，就是总有一些人，他感觉自己花了90米，我去那个成都基地我才花20米，我在这花90米的吗？我为啥不能好好看呢？反正就是这样子吧，有些事也不好说，对吧？但是遇到这样子的，他也不讲理的话，反正以后我也不会客气，反正就完了呗。谢谢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姐姐帮忙的那啊，家人们呢，咱那个啥，有小礼物的家人们呢，咱一起啊，飘点小礼物支持一下嘛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啊，每天反正我在这里拍，今天拍的冰墩墩、冰墩墩、小奇迹，星星仔，小煤球、零零仔也拍了，就是四个小煤球，我今天都拍了。然后也去拍了一点点保利，拍了有几分钟吧，拍了保利，反正都拍。你们想看的有啥的，看了有啥问题的哈，反正神都频道吧，你们也可以问我，如果我知道我就给大家直接说，如果我不知道了我就去拍，好不好？当然这个前提是拍哈，那个所谓的小道消息啥的跟大家说哈，我不知道啊，你们问我，即使我知道的话我也不跟别人说，好，懂不懂啊？理解一下就行。现在是喝水去了哈，啪啪小熊熊喝水去了，家们啊，喝水去了，感谢啊，感谢范兰姐姐为你举牌，感谢啊，祝咱姐姐新年快乐啊，心想事成哦，也祝咱波波间的所有的家们啊，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啊，欢天喜地啊，吉祥。
今天外面有宝宝绑定15分钟啊，分开了啊，就是小朋友在外面啊，现在是分开啊，跟奶奶啊，小朋友在外面啊，妈妈在里面啊，是这样子分。今天问了啊，今天我就看了，我也拍了，我好好的观察一下，我用那个望远镜好。宝元老早就在都江堰了。都江堰有直达基地车吗？有，那个不用直达，班车。下面给大家说一下，班车都江堰的话是下午的3:20和4:20啊。给错了。来，家人们，现在是那个马上到那个58的时间哈，家人们，咱准备一下，帮忙一起点点赞吧。现在是咱是13万赞啊，现在是那个3:57啊，待会儿那个58到9点啊，到那个4点这个时间呢是个人点赞双倍的，家人们，咱一起待会儿帮忙一起点点好不好？感谢大家。有知道就有，每天下午的那个3:20和4:20，我确认啊，因为那个班车的司机我都有联系方式啊，所以如果到时候你们早一点没事，如果晚一点，晚个几分钟或者晚个十分钟这种啊，你们提前跟我说啊，我提前给那个班车师傅先联系，好不好？到时候等你们。一听声音这么大我就去，这啥的也没关系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家人们，现在是那个3:58的时间，家人们，咱一起帮忙点点赞嘛。现在是13:04，咱吼一个3、2、1啊，咱们一起点一点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，辛苦了啊！3、2、1，咱点到16万赞嘛，应该没问题啊，对吧？2分钟时间点到16万赞啊，但是啊，17:30应该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感觉他爬树对吧？我给他说啊，我一度认为他要爬树哈啊，结果他上来以后就扒拉两下，而后来去那个架子上面也是扒拉几下，实际没有爬，但是他今天走了个单杠了哈，走单杠，但是走了一步吧，后来又退回来了。小心上楼，你跑得好白，哎，感谢大家，辛苦了，现在是14:05了，辛苦了。现在小七五是完全已经适应他自己的院子了哈，所以现目前状态都非常不错哈。哎，感谢大家，辛苦了，15了，好，家人们，现在是那个4点整啊，家人们，咱一起帮忙做个数据好吗？咱就是咱458位啊，家人们呢，咱一人一颗小明星，一人一颗小明星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对，人气票，老师的小明星啊，人气票，对，人气票。